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10月26号啊，星期二嘅司机金钟直播啊。好的，大家好。咁啊，大家点赞咗同埋揿咗个钟仔未啊？我哋小编咧日日提我啊，记住大家咧要用呢个方法支持下我小编嘅工作啊嘛。等佢多啲人睇下啦。OK， 咁就好。咁啊，OK， 咁啊，讲翻美股，先讲美股先啦。系好。咁啊，美股啲嘢咧又升翻去高位啦，连啲納指就好似之前一入唔得咧，琴晚咧就好似發咗癲咁又衝翻晒上去，咁咧所以咧好多人咧好多朋友啊，就私底下出喺係冇錯，係出賣下朋友啲時間，將佢啲 WhatsApp 咧拎出嚟俾大家睇下，個個咧拎呢啲咧夜晚晚好熱好中意夜晚晚 set 啲所謂嚇鬼圖俾我，知唔知咩叫嚇鬼圖啊？即系咁啊！你睇下，呢个先讲美股啊，呢个咧，唔好意思啊，啲朋友帮我出买咗一啲，之后请你哋饮下午茶补数啦。啊，睇下啦，你睇下呢个第一个啊，睇下呢只 ALK 啊，契妈啲啲表现，同埋当年咧纳指咧98年去到03年嘅表现，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哇！大家就咪哇，差唔多啊，你睇下。真系呢啲系咪叫 data mining？ 我唔知，所以不过我一般我都统称为呢啲叫嚇鬼图啊，即系见顶啊，就你谂落去啦。呢个系美股啦，系嘛？OK， 港股今朝都有嘅，大家问啊，究竟咪反弹完咧？睇翻呢个咧，就应该去翻18年嘅。好啦，咁呢样嘢即系讲笑叫嚇鬼嘅，不过去到今年，因为咧。即系无独有偶，好多即系走势咧，就真系同之前就真系好似嘅，咁所以咧就应该拎出嚟讲下 update 下啦，咁俾大家睇下，咁啊有啲中有啲唔中嘅，咁先讲大家关心啊，讲下港股先啦。啊，港股咧，如果你睇翻呢个2018年咧，又真系有啲似嘅。你睇下全，即系我再讲多次啦。第一季跌见顶，第二季横行，第三季上翻落去，跟住咧9月份又压翻上嚟，跟住但系你见到之后咧，即系当年18年就系因为即系美股又开始挫翻落去嘅。咁但系咧就我之前讲过咧，就应该呢个24000咧，当年都系个底嚟嘅。今次其实都类似咁嘅情况。当然我哋。穿过24000落去23000几，好短时间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如果真系根据2018年嘅剧本走啦，就真系要咧美股插落去咧，我哋跟一半唔跟一半咧，就比较似样。因为当年都系咁嘅，即系当港股咧一个比较经过几个月嘅大调整咧，当年就系因为中美嘅关系恶化啦，咁所以咧就已经跌到惨惨地，所以咧到美股真系大插嘅时间咧，早段跟咧，到后面咧已经大家都唔想沽咁啊，所以变咗点解当日系即系预先见咗底个原因之一啦。咁咧，但系而家个图像都有啲似嘅，反弹到呢啲位系咪？你睇翻 ，OK， 但系好啦，所以我话即系单睇港股好难嘅，你即系睇下当日个原因就美股插落去啊。咁你话如果当日美股插落去，咁今次有咩启示咧？咁你睇2018年嗰次咧，就而家其实就跟10月份突然间啲嘢抽翻晒上去，你见咧。大家真系唔好担心咁多住，都系啲嘢涌翻上嚟，啲 今个月啲 Bitcoin 又升翻上去啊，个主啲股票即系大部分嘅，即系无论你系新旧经济都升翻上去啦，甚至乎啲金都可以升啊，啲钱都系多。其实讲真嗰句，即系只要大家咧心情太差咧，买翻上都得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你如果睇嗰个走势咧，又唔系真系咁差嘅，即系之前呢个吓鬼图啊嘛，一路大整体都跟住去，大家都觉得就应该见顶，橙色就系历史啦。蓝色就而家发生紧，咁我其实又压得翻上去，又唔系真系好差咯。所以即系你话，即系呢啲咁嘅图形走势，即系只作参考嘅。不过你话用翻2000年嗰个，又仲系有啲似嘅。不过呢啲我之前讲过啦，即系你唔好即系要点讲咧？你要知道一下咯，但系唔好过分迷信，因为某程度即系历史系唔会完全重演嘅。不过而家因为始终美股咧，大家都觉得系风高势急，即系当然最近期啲 earnings 就仲撑得住啦。不过去到最尾，正如之前收水都系咁嘅，即系。當然，美國玩放水收水呢樣嘢咧，就玩咗成13、14年啦，即係由二千
2008年開始，咁中間有 Q1、Q2、Q3，但每一次咧，我唯一可以講咧，就係真正對個市場有大嘅 impact 咧，都真係去做過黑嘅，即係你話即係預先通告一下咧，通常個市場個反應咧都係比較輕微嘅，即係冇咁咁認真嘅，大家都係諗住咧做玩到即係音樂耳咧，真係唔停咧都唔肯走嘅，咁所以咧。即係美股咧，我諗真正嘅考驗都真係要去十一月中嘅聯儲局就 confirm。不過其實就都大局已定啦，大家知實唔係十一月中嘅十二月尾中噶啦。咁其實就嚟緊半年就會真正開始感受到嗰個收水，因為之前大家亦都係擔心嘅，或者覺得啲債息走勢互轉，但係整體個市場嘅錢係多噶嘛。咁但係即係真正考驗，即係最大嘅推動力就係錢多，而依樣嘢假設開始有啲轉變嘅話，其實佢都唔係真係收水嘅，即係減慢嘅。大家記得，即係每個月就係減百零億啦，因為而家每個月加千零億噶嘛，咁即係減慢放水速度，咁睇下個市場係咪頂得順啦。咁啊，而家即係當然冇條件加息住嘅，不過你見到。我諗即係十一月就係我咪一個比較明顯即係測試下美股嘅真正實力啦。呢段時間不過當然啦，你睇翻琴晚有癲嘅係嘛？琴晚最癲嘅當然係即係Tesla 啦。我見有啲朋友問Tesla 係咪我哋持股啊？係嘛？即係即時問題入邊係啊？問係佢好似問我哋基金入邊幾大？嘅幾大持倉，咁咧就最新嗰個我就唔答住啦。咁不過如果你大家睇翻認下叻先，講笑。去睇翻九月咧，就應該係都幾大嘅，應該排第二。咁啊，我真係講就就未食股，所以都好嘅，所以都幫咗我哋啊！只可以講，我點解唔答最新嗰個呢？因為我答咗之後，以後大家日日問我啲最 top ten， 我又答埋咧，就有啲尷尬。不過都係好高嘅持倉之一，所以琴晚就係好開心嘅。哦，咁當然啦，點解會咁強勁呢？咁第一真係我都覺得啦，其實個市真係旺嘅，即係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近期，即係其實出咗業績之後，其實Kelvin 幫手講過啦，其實啲嘢就 OK 嘅，甚至乎應該可能會revise 翻啲 volume 啦，咁啊加價啦，啲車又加價啦。咁琴晚最振奮嘅消息就係咧，突然間有個大 order 就係依間啊租車公司，大家可能好耐冇見佢啦，因為大家少旅行啊嘛，依間 Hertz 其實好似啱啱賠完產冇耐嘅啫。系咪？我如果冇记错，好似破完产几个月啦。O K， 冇办法，即系佢哋啲旅游即系停晒噶嘛，系咪？咁啊，好啦，咁啊咁振奋，因为佢一次过咧就同 Tesla 咧就停咗十万架车。O K， 咁就哇都其实都几劲嘅，但系大约个十万架车咧就差唔多嚟紧，仲要系嚟紧十几个月就 deliver 嘅，差唔多占咗可能即系我睇啲計算咧，應該差唔多佔咗 Tesla 10% capacity， 好似係咁啊。咁啊，都唔出奇。你諗下，今年佢都係本身2021年 target 全年都係75万架啫嘛，係咪？咁就當你出年可能就100万架啊嘛。咁啊，加10万架其實都即係講真都幾多。咁所以咧，仲要唔係買啲最平嗰只喎，好似咁啊。所以單嘢都幾好嘅，講真，即係一個大即係。大家都一齊擁抱啊！啲新能源車啊，OK。咁對最勁就係你見只 Tesla， 琴晚單日啊，即係勁，單日個成交市有成600亿美金，真係佔咗成個市10几%，即係咁啊。當然個股價就升嗰個1000蚊啦，即係好即係所謂心理關口啦。跟住600几亿美金，600几亿美金，168，即係4500亿嘅成交。咁當然有啲人會聽下波佛嘅，我都覺得係。不过你见到即系佢，大家另外一个比较觉得比较重要就系因为佢
嗰、那個market cap 又去到一個 trillion 啊嘛，即係一萬億美元啊，即係勁啊！不過一萬億美元大概咩概念呢，就係、是、等於啲 bitcoin 加埋曬咯，專登 update 一下大家。雖然 bitcoin 今個月都升咗四成幾啊，六萬幾蚊，但係其實就大約計佢個 size 咧，即係計 bitcoin 啊，唔計其他 crypto 嗰啲 ethereum 嗰啲唔計。不過你知道大家最大係呢兩隻㗎，佢講 market cap 嘅話，咁啊。就因為個一萬億咯，就等於一間 Tesla 咁，所以即係俾個參考大家一下。OK， 咁所以就引帶今日其實啲所有琴晚已經開始嘅夾嘅啦，即係嗰啲見大家見到成年冇咁樣炒過嘅嘛，啲 Tesla 咁啊，有成個啲中概股嗰啲三傻咯，包括小鵬啦。咁啊，琴晚小鵬又升十幾隻，當然啦，你知道佢哋而家啲車識飛嘅啦嘛，我真係識飛嘅，係嘛？後年就出產嘅啦，不過即係犀利而家，即係我發覺即係我都唔認路都唔得，啲車識飛嘅，不過唔係應該唔係條馬路飛出去嘅，因為我睇翻啲 spec 咧，都佢拉埋嗰兩個飛行器咧都有可以闊到應成十幾尺嘅咁啊，但都犀利啊！即係話嚟緊，即係而家即係依啲咁嘅科技嘢咧，大家跟貼啲嘅。咁 anyway， 即係短炒就唔好理咗，總之 Tesla 得啦，咁啊依啲又得啦，小鵬啊，咁啊理想啊，啲琴晚睇先。我哋连阿 Nike， 我见今日啊好得闲，第一个就留言俾我哋，我见到 Nike， 即系连带今日你见到香港股翻嚟嗰啲嗱呢啲Tesla 概念股 LK 往即系炒完落去即系炒爆咗落翻嚟又继续上翻去咁啊，所以今日最即系个市最强有啲车嘅，咁当然其实就即使系 Tesla 强之前咧，大家见到啲芯片问题开始解决下咧，呢啲销售又唔太差咧，其实本身都可以走强翻啲，包括比亚迪啦，我见有啲人特别都问我应唔应该加嘅，我哋就之前都而家嘅仓位都多过比亚迪。因為大家有聽我講，都我覺得都係走得比較強，同埋即係難，即係港股就好少有強勢股嘅，咁佢其中一隻咯。咁當然佢就幾好嘅，食盡幾個即係幾樣嘢都特別好啦，包括佢自己賣車又賣得唔差啦，跟住就嚟緊又傳佢會供貨埋俾 Tesla 啦啲電池，咁啊自己 A 股又 OK 啊，有唔好意思。今日新消息都多啲嘅，但系系啦，咁啊最新呢、這个冇错，比亚迪就佢大家知道佢下低有一个做半导体嘅啦，之前 Ada 成日讲嘅，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话，搵日等 Ada 再讲下，咁但系咧佢呢旧嘢就繼續計得上啦，其實都唔容易嘅。你發覺咧，好多上到一半就俾人打靶噶嘛，即係譬如嗰啲 Lenovo 啊、吉利啊，全部上到一半俾人打靶。就比亞迪咧就啊，佢真係做半導體嘅，就應該都 OK 嘅。咁啊啲程序繼續啦。咁啊，同埋另外就講緊比亞迪今日都有個特別啲嘅消息嘅，就係、是、就係佢啲大家就聽阿 Son 就講得多啦，即係上游嗰啲正極啊、負極啊。嗰啲电解液啊、隔膜全部都加价，咁点算呢？咁你有加又有加咯，咁所以今日另一个消息，即系比亚迪相关就系流传紧啊，都系暂时流传啫，就系、是、应该就会加价嘅，就可能至少加两成，咁呢个就可能帮佢哋啲 margin。不过其实呢个就好正常，你见到其实另一时代，其实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关于嗰个 margin， 因为事实上佢哋嘅成本上游成本即系。都幾癲下嘅，好即係你見嗰全部都升咗兩倍咁滯，咁你係下游加翻兩成都不為過啦，我相信。咁啊，即係咁呢個就亦都係幫 BYD 今日就行得強啲嘅，今日 BYD 好似成係嘛，冇錯係咯，310幾蚊，大家見佢起，不過某程度真係所有車企間，可能再加埋 Tesla 咁強嘅拉起曬，新能源車係比較明顯少少啦。OK， 好，咁另一个唯一一个我见到都有朋友问嘅就係搭埋啦，另外咁即使虽然今日个市就落返少少啦，不过睇下先有人问就係、是、冇错啦，啤酒股咁啊，啤酒股呢就
阿桑之前有特別提過啦，就就都係加炒下加價咁啊，因為係啦，比亞迪啲電池又加價，啲啤酒又要加價，除咗大家人工暫時冇加之外咧，就大 part 都加。不過阿 Ada 話阿琴日係啦，幫阿 Ada 補充一下先。琴日阿每峰都話咧，啲人工成本會有啲壓力啊，係啦，咁啊嗰啲即係所以有人工都有得加下嘅。不過我就感覺唔到啊，我啲同事投訴。OK， 啊咁啊正題啦，咁啤酒今日就全線都強翻啲嘅，某程度就華潤啤咧之前已經講咗加價，但係今日咧就全線你見嘅青島啊等等幾隻咧都係比較強勁啲嘅，咁啊暫除咗但真係即係 CLB 啊本身有啲 book 卡講下之外咧，咁似乎就大家對加價依樣嘢咧今日又攞翻出嚟炒下啦。不過你問我咧就暫時啲炒加價氣氛咧，好似都係。即係未成氣候咯，即係譬如你睇翻啲海天咁啊，真係 confirm 加完價之後都係即係反應都係 OK， 但係真係唔係好澎湃咁啊。咁睇下即係希望啲啤酒又再帶起一下啦，係嘛？即係呢一輪就似乎即係大家都開始有啲加價嘅壓力同埋慾望啦，係嘛？即係除咗我諗，除咗阿爺唔俾你加嗰啲，即係冇加嗰啲就另計啦。阿爺就擺明要撳翻低你，但希望呢啲得，即係啲消費品加到價咧，我諗即係就可能對個 margin 就會真係好翻啲。因為其實上半年都幾慘淡，大部分佢哋呢啲即係之前都講過，你原材料又貴啊，運輸又成本又貴，能源又貴啊，咁真係講一個局，即係你只需要你係有啲實物生產嘅，其實你成本都係上漲咗。咁啊，睇下邊個行業加得到啦，同埋即係全線加咁啊最好嘅講真，即係你啊無論你買青島啤又好，買Budweiser又好，買即係雪花啤，咁全部都貴咗，咁大家成個餅做翻大啲先，慢慢再爭個咯。咁呢啲就係會好啲嘅，我自己相信。咁啊，講完啲強嘅就講下啲弱嘅啦。我想講弱咧，就今日就比較弱，就係其實就係啲內房相關嘅，就不論係直接啲內房啦、啲物管啊，或者之前講啲平保咧，都係比較弱啲嘅。咁你問我咧，當然啊，就唯一即係我覺得你話嗰啲有啲人唔還錢啊。嗰只Modern China Property 咁我覺得就事實上就唔會太過驚動大家嘅神經嘅，即係你問我咁啊。但係琴日就流傳咗一個晏晝咧，所以琴日中午直播未講啊，琴日晏晝出咗個消息就係話咧，就阿爺咧就叫啲即係部分嘅房企咧就要飛去北京，趕去北京開會。咁咧就似乎咧就係為咗嗰啲咧美元，即係嗰啲如果喺出面爭落街外錢啊，真係即係境外啊街外錢嗰啲咧，就要摸下底睇下你個情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即係阿爺就阿爺不嬲都有啲規管㗎嘛，但係即係啲房企好多都有啲特色操作嘅，即係包括嗰啲借唔夠，即係借錢借364日啦，嗰啲 guarantee 等等啦。不過我以為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但係即係呢啲好多都係喺個成日喺個 balance sheet 見唔到，或者你一般嘅財務分析可能見到，但係喺個行業裏邊即係近年好 common 嘅。咁我諗阿爺又同你哋講，你唔好俾個 financial statement 我睇啦，你點你個 CFO 或者個 FC 上嚟同我講清楚，究竟你簽落幾多壓印有幾多個手指模喺出面，咁啊，阿爺就要了解清楚咯。咁呢、這個，即係其實佢見呢個新聞，我就覺得就我就比較中性嘅。不過當然今日咧，個股價就話俾大家聽就麻麻地。咁啊，有啲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可能個市場亦都係繼續因為個房產税嗰樣嘢咧，就睇得淡少少。雖然我琴日我講過咧，我對於房產税呢件事咧，我覺得就唔太差啦。咁啊，只可以講今日真係比較弱，咁我都覺得有啲希望我有揾到其他嘅消息啦。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啊。不過都講真都其實上個禮拜都反彈咗一啲嘅，今日就回得比較急，所以我都覺得要特別留意一下。不過我自己個操作就唔算好大住，所以我都個形勢上高，我都學即係主觀，你覺得係應該會係見底。不過大家都知啦，見底通常唔係一刻噶嘛，係一個過程嚟嘅。希望我繼續捱得到啦。OK，
咁啊，最尾讲少少搞笑嘢，我觉得呢个都即系讲到啲咁认真嘅，因为个市都上上落落嘅啫。即系，但系今日有个搞笑嘢，唔知大家有冇睇到一个 announcement 咧？就系、是、有啲好似有啲媒体有讲嘅，就系嗰只1083啊，嗰只中文系咩啊？哇！哎呀，唔记得咗。Tan Gas 中文系咩 ？OK， 系 Tan Gas。啊！琴日就停咗牌嘛，咁啊爆升咗下，跟住停咗牌。廣華燃氣係啦，即係啊恆基係樓下嗰間啦，做燃氣嘅。咁啊，初頭有人以為私有化，咁唔係，所以 turn out 咧就佢就記得好簡單啫，就係、是、個故事就係有做燃氣，就而家仲係光伏啦。OK。咁就引入咗一個分嘅，不過嗰個都唔係重點，因為第一我冇持有間公司啦，咁啊。其实都唔太差嘅 ，Ada 都有时间唔死都中意下佢嘅。不过而家都唔系，都唔大个流动性都系一个问题。系啦，讲翻个重点，咧系咩咧？就系咧讲完啲大餐啦，总之氹咗个分入嚟啦，嗰个分叫做什么名字咧？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系得啖笑嘅啫。总之都系氹咗个分入嚟啦，就攞咗20几亿啦。OK， 咁但系咧呢个重点，我觉得好搞笑嘅地方咧，就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announcement 里边有一点嘅，都几得意嘅，即系嗰啲违约事项，即系有咩情况底下咧就会叫做发生违约事件，咁咧就呢个基金咧就可以走佬嘅。咁其实大部分呢啲咁嘅 deal 咧，即系嗰啲佢而家做一个 placement 加一个 CB 啊嘛，咁通常都有啲咁嘅违约事件嘅。OK， 咁但系今次个违约事件里边咧，就新咗行咧，就系、是、我谂大家好少见嘅，咁啊都系啖笑俾大家睇下，就呢、是、行呢、這个 ，OK， 嗱你话即系你破产啊，咁啊违约咁梗系正常啦，系咪？但系咧其中一个违约事件就好搞笑，叫做咩咧？任何主管政府机构征用或国有化本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或本公司被任何主管政府机构阻止正常控制其全部或大部分财产、资产和营业额，即系证明你睇下而家大家即系啲投资者啊，即系嗰个心态同嗰个关注点同以前有唔同。呢啲咧以前咧真系从来未见过。跟住阿 Ada 睇完之后就吓。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啊？叫我还要翻查英文添。那英文呢真的这样写 ,expropriations or nationalization of asset。那啊都好大胆啊，这个不知道会惊动到相关机构。你这样真的有点偏颇啊，即是觉得我们政府是会乱这样做这些这样的事情吗？不过即系呢啲咁少见，俾大家睇一睇啦。咁啊，唔知道有冇后续咧？你写啲咁嘅出嚟，咁啊喺个圈子里边都有人攞嚟笑下嘅。OK， 不过而家呢啲，我明明记得嗰个分好似都系相关人士都系中国人嚟嘅，唔知点解，不过可能未知啩。OK， 但我冇乜求证咯。不过呢个系攞嚟得啖笑，大家都唔好太认真。OK， 我讲完我个 partner，OK， 希望我唔会被人告啦。听日咁啊，讲翻正经嘢啦。咁啊，搵阿 Son 出嚟讲下啦。关于只嘅李宁啊，因为就啱啱出一啲数嘅，咁今朝都早段只李宁都好啲嘅，不过就跟中午就差唔多回翻少少落嚟。咁我就时间交俾阿 Son， 唔该。唔该，好得。咁啊，琴晚咧就李宁就出咗3Q 啲数啦。咁大家知道其实安踏同埋特步咧就上一两个礼拜之前就出咗嘅。咁啊，呢度可以做一个好简单嘅比较啦。咁我呢度就summarize 咗即系过往嗰几个季度啦，安踏、李宁同埋特步喺零售流水啦，同埋呢个同店销售啦。咁呢两个可以去讲，同埋即系 update 翻即系嚟即系最近十月开始第四季嗰个 quarter date 佢哋嗰啲数啦，同埋双十一。佢係 pre-sale 嗰度嗰啲數字，咁樣可以再詳細點同大家講。咁第一樣嘢咧，如果你睇翻佢哋嗰個整體零售流水，或者齋睇李寧，你見到其實整體個 overall platform 咧，就應該係升咗大概40%松啲啦，41.2%左右啦。咁其實就強過呢一個整體市場個 expectation 嘅，因為原本咧就未有 covid 之前咧，其實公司有guide過咧，就即係大概係即係唔係公司guide係市場個 expectation 咧就。
大概應該是 around 30美到40美的。但是因為個 COVID 之後呢，再加上安踏他自己調低了之後呢，整個市場呢就調到去大概得返 35% 至 40%。咁所以而家呢 turnout 呢，你見到其實係 40%+ 呢，咁其實就好過整體市場個 expectation 嘅。咁另外呢，如果你對比返安踏同埋特步，因為大家知即係安踏就出咗事㗎嘛，其實 3Q 㗎，你見到其實即係安踏 brand 係 low teens 啦， Fila 係 missing digit 啦，然後特步就是 mid teens 12-15% 左右。咁但係你睇返李寧，其實整體都係叫強過其餘嗰兩間嘅，即係不論係有冇受到 COVID 嘅情況都好啦。咁所以 online 同 offline 都係一樣，都係叫做得唔錯。如果你 by segment 去睇嘅話呢，整體分線上同線下，你見到線上嘅話呢，其實就retail 啦，即係直營同埋呢一個嘅加盟啦，你見到因為加盟呢其實就大概佔即係比喺李寧上面咧佔比應該多啲，我睇翻就應該大概係六成左右啦。咁啊，另外 retail 就佔18%啦 ，e-commerce 即係線上嘅就佔22%啦。咁如果攞翻，因為呢一個數咧就唔會成日 update 嘅，因為我對上攞翻呢個數就應該係 first half 21年嘅時候嘅嗰個數啦。咁就應該係 constant 咗嘅。咁但係你見到咧，其實整體嗰個 wholesale 嗰個情況咧，嗰個增速咧應該係快過 retail。咁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有俾到嘅數呢，就係呢一個嘅number of store 啦。你見到其實 number of store 呢，其實就喺呢一個季度呢就做得幾好嘅，即係你見到喺個成個 industry 呢都唔係話做得特別好嘅情況呢，佢係加咗啲鋪頭嘅。咁如果睇返佢過往第四 Q 啦、一 Q 啦同二 Q 嘅話呢，即係4Q20啦，係佢哋嗰個鋪頭嗰個數目呢係減緊嘅。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開始係加返嗰啲鋪頭上去啦。咁不止呢，仲要喺嗰個 store 嘅 productivity 啦，即係個店效上面呢，其實嗰、那個每一間鋪佢哋賺嗰個 retail sales 或者係個收入呢都係有一個增長，但係個增長嘅速度唔係話特別多， at least 唔使跌啦。咁呢個亦都係好過安踏同埋特步兩間嘅。咁呢個係我覺得值得去留意嘅一個地方。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佢線上啦。你見到線上呢其實亦都係 55% 嘅個零售流水嘅增長。咁你見到其實喺 3Q 呢，其實個 base 都係非常之高嘅。你見到42嘅。咁turnout 出到嚟咧，個增長仲要係快過 3Q， 其實都係叫，我覺得係叫係 above 個 expectation 嘅，喺呢一個位置，係啦。咁最主要啦，嗰、那個 update 喺 3Q 嘅話，那個零售流水就係咁啦。咁另外就係、是個同店銷售啦，因為同店銷售咧就冇其他嘅數字，即係冇其他公司去俾個數字，只得李寧嘅啫。咁所以就冇特別去做個比較咯。不過你見到其實同店銷售呢就整體就升 28% 啦。咁同埋有一個比較特別嘅位置呢，就係佢同店銷售個 e-commerce 呢就係即係 35% 啦。咁你對比返零售流水呢，其實就 55%， 即係零售流水就係factor 返佢哋加鋪頭同減鋪頭嗰個位置，但係同店銷售係唔 factor 入邊嘅嘛。因為你同店銷售係即係睇ASP 同埋你喺呢個量㗎嘛，即係個價同埋個量去做一個比較。咁呢個你見到呢，其實李寧佢哋嗰個 e-commerce 55% 呢，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佢過往呢兩個季度呢，其實公司都有特別講，就係佢expand 咗好多唔同嘅線上嘅渠道啦，唔淨止係 Tmall 啦。咁而家開始就有快手啊、抖音啊、小紅書啊、B 站啊呢一類。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嗰個 e-commerce 嗰個零售流水上面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啊最特別個位我就講咗啦。咁之後就可以講下即係佢最近嘅一啲 performance。咁最近啲 performance 咧，如果我睇翻即係出邊嗰啲 A store 啊，或者係出邊一啲新聞咧，其實都有講到特別，即係尤其是係線下嘅李寧啦，佢哋入邊嘅一啲數字嘅，尤其是喺黃金週啦，11黃金週嘅時候啦，咁其實佢嗰啲數咧，其實就同我之前 update 嗰啲海南嗰啲銷售係差唔多嘅，因為佢 Golden Week 嘅時候咧，個數就一定冇上年個 Golden Week 嗰時候咁好嘅。咁但係調翻轉咧 ，Golden Week 之後嗰幾日咧，其實係做得好過即係嗰段時間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喺 A Store 嗰度，我記得有一篇新聞咧就講話，即係大概喺10月1日到10月10日嘅時候咧，線下嘅呢一個李寧嘅鋪頭啦，嗰、那個銷售增長咧，對比翻喺2020-11嘅時候咧，就大概係升10%。咁之後 after 高即係如果你過咗黃金週之後咧，其實個增長係比正常嘅時候，即係嗰段時間係快好多嘅，咁你去翻28%啦。係啊，咁呢個位置如果睇翻計埋嘅話，大概10月份啦，即係整體10月，如果係 keep 住呢一個嘅情況，
冇其他特別嘅突發嘅事啦。咁其實就應該係 around 22% 嘅。對比翻咧，你見到七八月嘅時候咧，就應該係未 fully recover， 但係咧 sequentially 係好過九月份嘅位置啦。因為你見到其實大概係因為本身咧七八月嘅時候咧，就即係之前睇過一啲 channel check 就去講嘛，大概係呢啲數嘅。咁 18% 咧就係 based on 佢呢個線下 37% 去嚟嘅。咁之後就turnout 有個 18% 啦，但係 sequentially 係好咗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值得去留意嘅地方。咁另外就係雙十一啲數嘅。咁雙十一啲數咧 ，presale 就應該係10月20號開始啦。咁即係啱啱應該過咗6日左右啦。咁呢個數就係我喺高敏嗰邊嗰度嗰啲數嗰度嚟嘅。咁就 combine 咗Tmall 啦，同埋京東啦，同埋快手呢三個主要嘅 e-commerce 嘅平台啦。咁呢度就有一個比較特別嘅 ranking 嘅。咁第一個咧就一定係李寧嘅。咁上一年 pre-sale 嘅時候咧，第一名就唔係李寧嘅，第一名係Nike 嘅。咁今年咧最特別嘅數咧就係講緊話佢頭六日，因為佢嗰個 pre-sale 咧就應該去到11月11號嘅。咁佢頭六日嘅 pre-sale 嗰個數字咧係已經多過咗上年Nike 全成個 pre-sale period 加埋嘅一個數字咯，咁所以其實亦都係非常之誇張。咁第二個就係安踏啦，咁呢個幾 surprise， 因為其實我以為係 Nike 係排第二啦，或者排第三啦，咁但係原本上年嘅話咧，安踏其實都係排第三左右，其實都係升咗，咁所以其實安踏 sequentially 都係叫做得好啲嘅，但係就冇李寧嗰啲做得咁好咯，係啦，咁所以第三就係 Nike 啦，第四 Fila 啦，第五就係 Puma 啦，咁呢個就俾大家去做一個參考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整體佢哋嗰個數字，咁所以其實28% 咧，10月10號打後咧，其實28%，我覺得係相對比較保守，可以再高少少咯，睇下即係之後成個 market 個 expectation 究竟係點，之後可以再 update， 係啦，咁最後一樣嘢想講咧就係。李寧咧，其實就出咗一個新嘅一個牌子，就係近呢幾日先出嘅，就係李寧1990啊，係啊，咁呢個牌子就相對比較新少少啦。咁啊，另外其實佢就好似安踏嗰邊嗰個星標咧，但係星標嗰個咧就主要係 for 呢個東澳啦。咁另外呢一個咧就主要係 for 啲普通嘅leisure 啦。咁啊，主要係潮牌為主。咁我呢度 check 翻咧，其實我都幾靚嘅，唔知點解我覺得，即係嗰啲鞋啊，同埋佢嗰啲衫啊，同埋出面嗰啲成個鋪頭嗰啲 design， 唔知個感覺好似好 grand 咯。咁另外就不過呢間鋪就淨係得一間啫，暫時就喺北京嘅。咁就而家都係啱啱開咗一兩日咯。咁另外就睇翻咧，佢哋整體嗰個 price tag 咧，就應該係大概1000蚊樓上嘅，所有嘢都係1000蚊樓上嘅。咁呢個亦都係比佢正常中國李寧啦，同埋李寧嘅 Young 啦，即係 Kids 嗰邊咧，就應該係個 ASP 係會高多。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整體個 product mix 啦，同埋個 product upgrade 啦，咁呢樣嘢其實都係做緊嘅。咁同埋佢呢一個牌子就 exactly 就係打緊呢一個 Fila 嗰邊嘅。咁所以因為都係高檔少少嘅 market 啦。咁但係就因為啱啱出咗一兩日啦，咁就未有即係個 execution 上面啦，同埋個 business plan 就未仲要時間去觀察咯。咁所以整體嘅話咧，其實就因為市場就一早就對於3 Q 嘅 expectation 已經出咗嚟嘅，咁但係因為佢整體個 performance 係叫 perform 好過安踏同埋特步，咁所以其他都願意俾一個 premium quality premium 上去咯。咁所以無論係喺個3Q 嘅時候咧，做得唔係咁好咧，整體因為 NBS data 又好，因為佢嗰個嘅水災又好，同埋個温度相對比較熱，賣唔到嘢又好，但係佢嗰個 store 嘅 expansion 啦，同埋個店效啦，即係個 store 嘅 productivity 亦都係有一個增加。雖然個幅度唔大啦，但係 at least 有增加。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個 online 線上面嗰個銷售亦都好啦，因為上年 high base 都仲好過上年嗰個 year on year 個 growth。咁同埋第三就係 pre-sale 雙十一嘅數字啦。咁同埋最後就係佢有一個新嘅 product line。咁呢幾個我覺得都係。即係整體嚟講係應該會好過安踏，因為安踏就3-4Q 就應該唔係話做得特別好嘅，因為第一 margin 啦，因為而家就 expect first half 就應該22-23% 嘅嘛，咁就應該 expect 會得翻20% 嘅啫，最主要就係因為個promotion 嘅一啲 expense 多咗啦，因為佢嚟緊有個冬天嘅即係佢冬奧2022年頭嘅時候。系啦，咁所以就整体嚟讲，就应该系李宁会做得好少少啦，喺呢一 term 上系。OK， 唔该阿 Sean。好，咁啊，转系答问题嘅时间。好，
跟住咧就，哦，揾唔到我个 number， 说定要话系 A 六五六好似。哦，我琴日都系琴日先。多谢啊，多谢大家咁关心我跑成点啊，多谢大家。年都跑得咁唔系好好噶啦，系我个 person P， 我啲有啲人喺个 Facebook 话唔明咩叫 PW， 同埋有啲人唔知咩叫 PB。咁啊，通常如果跑得步多就知啊 ，personal best 同埋 personal worst 咯。咁我虽然我跑渣打啱啱呢个系326，但系其实系我历史最差成绩嚟嘅，失礼失礼。不过正如我讲啊嘛，冇练就唔好拣死顶啦，系咪啊？年纪都唔细嘅嘛，仔细老婆恋啊嘛，最紧要向心开心下得啦。放心，下次练好啲再赚个1000蚊啦，咁啊。关于系啊，跟住讲话究竟讲呢个香港加油嘅问题，哎，我冇补充啦，我学下渣打嘅大会啦，就系、是、最好做运动就做运动啦，好搞其他嘢啊嘛。不过我哋不如就主要都讲下股票啦。嗱，呢个认真答翻啦，阿 Ben Chow 就话 Facebook 最近跌咗好多，系啊，佢又回咗好多咯，会唔会留底就冇？同埋元宇宙有咩睇法？咁啊，佢谂住 all in 落去嘅，因为你明白啦，佢啲其他嘢都冇乜出新嘅动力噶啦。咁而家又俾 Apple 玩到佢妥妥令咁啊 ，all in 咁啊，元宇宙咯。咁你见翻我见有人都问嘅，系咪嚟紧第四季嘅 outlook 好好？咁但系即系你实际上你睇翻个即系个 earnings call 里边都有特别讲，其实又唔系好好嘅。讲真的，你话第四季佢都系讲紧31至34个 B， 条街又估紧34-35个 B 咁啊。佢自己觉得嗱，佢自己都话啦，最衰都系咧 Apple 啲 iOS change 啦，系嘛呢啲嘢其实都唔系咁好啊。不过比较特别啲，我谂大家去 buy back 嗰啲即系就有少少。即系帮补下之外咧，其实即系最大嘅分别就系佢嚟紧会拆开条数咯。你真系即系嗰啲大家成日好有期待嘅啲元宇宙嘅嘢，而家嚟紧会分开两个 segment 去做嘛？呢度八入边，即系嚟紧一季开始啊！即系你嗰啲 Facebook 啊，个 Instagram 就一边，即系一个 segment 去报。咁佢至于佢嗰啲实验室嗰啲啊，元宇宙大家嗰扎嘢咧。咁就嚟緊個另一個 segment， 不過其實嗰啲之後佢都話明俾你聽，又唔會賺錢住，擺入邊咧。唔好意思啊，我攞得太快有時。啊 ，yes， 係啦，依度啦，係啦，係啦，嚟緊咧就會有一個叫 family of apps 啦，就係你嗰啲咧 Facebook、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blah blah blah 咁啊。第二個大家就好期待嘅 reality lab 咧，就嚟緊即係啲 AR、VR 嘢咧就會擺埋落去噶啦。咁啊，不過佢話啦，朱伯格先生咧都有講啊，嚟緊就亦點都要投資下噶嘛，就係投資啊10个 B 唔係好多啫，咁呢啲就會 jack 下咯。咁當然即係好啦，答翻頭先個問題啊，個元宇宙就呢個係一個 big bet 嚟嘅，咁講真 ，Facebook 咁大間公司。佢都咁樣推落去，咁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都覺得 work 嘅。咁事實上嗰啲 AR VR 近呢幾年個技術真係成熟咗好多噶嘛，係咪？咁啊，最直接即係你問我 back 呢個 film， 咁梗係買翻 Facebook 啦。但係不過都係改名先啦，改名未改。咁啊，連帶其他 peripheral 啲啊，好似歌聽，我見有啲朋友都睇下 Ada 要加下喎。今日見只歌聽開始升翻啦。OK。即係好大嘅 film 咯，但係最即係可以捕捉得到。咁 A 股其實好多都炒相關嘅嘢，不過阿爺如果大家都記得阿爺出聲啊，叫佢哋唔好亂咁炒啊，咁所以大家都小心啲咯。揾啲反而揾翻啲有啲實務嘅咯，係嘛？咁啊 ，GoTech 嗰啲就真係做開啲quest 啊嗰啲又好啲嘅，真係。OK。咁啊，德國阿 Louis 都話係咪內房中伏？我都覺得有啲今日就係都要認真研究。我覺得今日 V 咁差，我都覺得有啲，我覺得見底。不過我仲有講見底就唔會一下見底就完咗嘅，所以就咁，但係都回得幾好 topic 講嗰啲內房。所以我都话买内房都系小心啲，因为大上大落。好，答翻即市嘅问题啦。
第一件事啊 ，Likeo 係咪依輪今日得閒翻啊？陪翻我哋講啊只 Tesla， 即係 LK 其實今日都勁咯，不過嗰啲又即係太重口味，一蹦即係大上大落嗰啲，好似 Tesla 好似穩步上揚，容易啲坐咯。系啦，阿 Stephen 话 next quarter revenue 加得唔错，嗱唔系喎，头先讲三十一至三十四啊嘛，咁当然即系 aftermarket 个股价又唔错嘅，但条街本身都估紧三十四，咁系咪真系好好？我觉得好似唔知我唔知我冇理解错咧，唔好意思啊，好似唔系。大家如果有咩 insight 嘅纠正一下我，唔好意思。咁啊 ，April 就问一下储能相关 A 股有边啲选择？啲人咪中国电建咯，抽水储能概念。而家讲啲 mechanical 嘅储能就系呢啲咯，或者有譬如我哋有嘅有啲储能概念咪即系新 grow 呢啲咯。OK。寧德時代都好啲嘅，但嗰啲就chemical， 而家個個都講抽水儲能啊嘛，暫時都係。跟住再問央行就依輪就都幾勤力做公開操作，做啲逆回購，係咪預示咗降準啊？咁冇關係嘅，佢又 keep 住兩厘二喎，個息要咁喎。如果形勢太差，我諗即係個市場都仲有啲遐想會減息添。講真，但係你話係咪因為佢逆回購多就預示降準？我覺得就兩者冇嗰個必然性。Kelvin Lam 就問我開始入市增持咗司基金未？咪之前增持咗咯。OK， 適當時候繼續做啦，好嘛？咁都唔會日日 buy back 噶嘛啲公司係嘛？我一個個月都 buy back 噶嘛？请问 Tesla 是几个好大咯，即是刚才讲咗啦，具体就唔讲第几，因为如果问大家日日咁问我，我又唔答又唔系几好意思，所以一贯我嘅策略都系话都系比较重要嘅持仓，就系讲咁啊，去到上个月底系第二嘅。呢个 Frankie 就问，请问新股疫苗股有冇亮点？阿 Kelvin 识唔识啊？呢个三叶草新闻系咪三叶草啊？要系？我再 update， 不过呢排嗰啲 B 制股都唔好。系另外 ，Kelvin 都唔想再讲啲 healthcare 嘢。啱不啱嘅？唔赚钱嗰啲嘢唔好谂住，唔好睇住，搵啲赚钱嘢先。上一问咗司基金啤酒股点，即刻买咗，今日发咗，恭喜你。Will you add BYD 啊 ？Tiffin 嘅，我就琴日都有加，今日冇，因为个仓位都比较大，但我有加其他车股嘅。阿迪潘问：你觉得十一月嘅走势先高后低，定系先跌后升？十一月升定跌，我都唔识夹啦。何况系先升后跌，先跌后升？其实边即系当然我可以拣答嘅，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都系即系主观愿望多。不过当然就系唯一可以讲十一月就系真系联储局开会咯，咁就开完会拍板收水。咁就真係頭先講真正測試啊！咁個市又可能要有啲點都要俾啲反應啩。聯儲局個個都落場炒埋一份，咁咁算啦，佢哋都唔算誇張，佢都係買啊買啲 ETF 啫。阿Jeffy 就問有冇留意啲燃氣股？有好弱噶嘛，咪啲 China Gas 爆完炸之後跌完可以再跌啊嘛。頭先講咗只 Tan Gas 咯，咁啊。但是冇乜落住，我真系几惨，我都觉得那下爆炸完，跟住哇，惨惨惨。不过其实佢哋啲个实质问题就其实啲成本都上涨紧啊嘛，而家啲天然气咁鬼贵系嘛？啱唔啱？我阿 Ada 我嘅理解 ，Ada 唔理我，完全唔听我。好，咁算啦。唉，得罪咗 Ada 就系咁噶啦，大家小心啲。系啊，阿 Brian An 就话 Miss Ada 要加歌尔啦，记得。提醒一下你，跟住就问阿 Son 我只300半年赚24亿，有冇特别睇法？
我觉得就麻麻地嘅，其实即系第一样嘢啦，即系其实就即系上半年所有 poly 都系做得特别好噶啦，即系你见到即系无论系 DQ 又好，或者系通威又好，或者即系通威其实就做得好啲啦，起码因为人哋赚两倍咧，你都系扭亏为盈，但系又唔系赚好多。你 top line 嘅，我见 first half top line 可以升22%，但系 DQ 啊同埋呢一个通威系讲紧五六成，咁所以即系再加上唯一。一个比较靓嘅亮点就系佢嗰个货粒龟嗰个进展系做得几唔错嘅，即系佢我见到佢好似系去到3万几4万吨，咁唯一系只得佢做，咁但系你话即系条数系咪好靓咧？我又唔见话系真系特别靓。OK， 好唔该。啊，唔好意思啊，我个搬运有一个搞错。好，跟住问阿浩德问我嘅，就有冇留意2155？藥明系嘅設備供應商，新股嚟，上咗半身，我係咁依立咗，但係其實佢最主要都即係佢做好多唔同範嘢啦。咁如果你話藥明系就應該同嗰啲嘅 bioreactor 有關，但係其實佢都有做下啲即係化工嗰啲嘅嘢啦，跟住又有動力電池嗰啲材料，所以即係唔係真係咁直接，不過可以望下呢只嘢都幾得意。唔该，唔该 ，Kevin。好，IL Apple 又出现翻，睇一睇我哋嘅 performance， 多谢你。Nike 话咩都加价，系 iPhone 冇加，良心公司。咁因为本身已经好贵啦嘛。好问下 Ada 咯，今次阿 Candy 问，问翻只 26 喎，问咧，最近获得开发高性能锂电池合约。他们的副的材料技术是不是很领先吗 ?Fans? 个 output 我就看不到，但是他们就研究了很久的、都是一些新物料，他们的强项就是 chemical 嘛，所以即其实、battery chemical 都应该是强的，但是他说的那些我就 未见到真正应用。嗯，跟住阿 Kevin Lau 就问只WuXi Bio 好似强翻啲，有冇特别 news？ 我就冇特别留意到，升咗上系啊，去翻八都系强翻啲嘅，因为之前又比较弱咁啊。我哋见你太过叻，系啦，系 OK 好。不过今日有个朋友 send 俾我睇，话而家个 P/E 最低啊，269 Helix 系嘛，都百几倍好平啊嘛。跟住讲啊，讲翻只嘅1083，讲话燃气又讲又话，几时做？第时做国企有几期啊？嗯，系唔知嘅。有只新股英同系咩嘅？系做嗰啲检测嘅，不过系对眼部嗰啲疾病嗰啲嘅检测仪器咯，即系 medical device 里边。咁就 under 100亿，都唔系有，即系未必会抽呢只。Okay. 不好意思，我咳一咳先。好，唔好意思啊，仲未。跟住问一下，香港有冇储能相关嘅股票？就实际上可能你当买嗰啲1072都算系嘅。咁跟住有只信义系有一只噶嘛，嗰只系。先，嗰只就细先去边？系 ，OK， 见到落呢度。呢只是啊，先依 electric storage， 不过即系呢啲个就其实讲真都比较。但是真的很 relevant 呢，即是我觉得即是可能我没有深入研究，不过其实不过就是每次讲储电又有些人提下这只，不过我没有揸住的，即是戴一头盔先，你问开我答一答的。OK， 即是2616不定深潜。那只 C-Stone 应该是。哦。咁就接开顺便。都是 PD1 系列啦，咁今晚就 Innovin 会出
佢第三季 PD-1 嘅數，咁佢自己呢只就係、是、做 PDL-1 同埋其他雙抗，咁藥明就幫佢搞嘅，咁但係就等緊佢批咯，應該。不過成個系列都麻麻地。你睇下，阿 Kevin 依輪把聲咁悲傷嘅，知好啲我。好啦，跟住我。Blake Park 話 ：Based on presentation, what is a good price for 2-3-3日？今日我都教啲嗱，我有答你啦 ，David。今次我啊，成日話我唔答你啊，我有答你啊，今日係啊，我都覺得，唉，都係安踏轉啲去李寧好似穩陣啲。啤酒股好似好翻啲，炒加價就升咗。琴日冇上嚟，即係好得就咁快掛住我，日日都掛住你。尋日拎住成夾 iPhone 去先達，唔得閒嚟。賣咗一個月 ，OK， 咁我咪賺好多啊！賺好多就請下你啲屋企人食飯。點解853咁弱嘅？唉，真係我都覺得係。不過成個 healthcare 都真係好弱嘅，我真唔知關唔關啲大量採購嘢事，好似唔知係咪金叔嗰邊又搞啲起搏器嗰啲大量採購。我整体成个，你其实都唔系净系微创，成个 medical device 基本上都好弱嗰啲牌。嗯，冇错，所以弱就要控制住马咯。Kelvin 弱唔得，你仲有车系啊？如果唔系 Kelvin 就唔翻工噶啦，讲笑嘢系咪几劲？咁所以有时要睇阔啲咯，即系有啲嘢唔得嘅避开下咯，得嗰阵时就买翻多啲咯。OK， 咁啊，睇埋 Finance 730嘅問題先。呢度 Finance 730嗰邊冇乜提問，好，咁咧就冇其他問題，冇問題咧。見到啦，阿 Charles 每日都好準時咁支持我哋，多謝。OK， 咁就冇乜特別問題咧，我就食飯啦，因為一陣間兩點半又要繼續開麥啊，咁啊，OK， 跟住阿 Dave 話啊，終於見我答啦。其實真係會答嘅，不過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問咁啱問開，又真係有相關操作，我都唔介意答嘅。不過就希望你都明白啦，多謝你。不過其實你長期要支持我哋嘅，多謝。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啊，睇翻個樣講拜拜。如果仲想聽我講嘢咧，記住就兩點半啦，聽新城啦。咁啊，有咩其他問題咧，都可以喺個留言區留言，等我晏晝答下都得嘅。我而家都口水多過浪花。咁有冇睇東網嗰個 interview？ 我繼續睇下啦。聽日應該明報都有個專訪出嘅。咁啊，大家仲想睇下，記住關心我哋 Facebook 啦，關心我哋 YouTube 啦，記住要訂閱啦。如果唔係，我小編又鬧我噶啦。OK， 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多謝曬，拜拜。